甜点好好吃，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吃了不易发胖，到底是哪一个呢？一，把甜点当早餐。二，下午三点吃。三，选择比较不甜的甜点。好，欢迎光临。哇，好香哦，好多甜点。我要吃很多个，我要这个诺曼底鲜乳。好，没问题。然后哇，这个坦宁伯爵茶。好。还有这个培香蜜瓶，我要这三个。没问题。都要现在就要吃，谢谢老板。稍等一下。好，我来了，谢谢老板。请慢用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开动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还差一分钟，三点再吃一点点，有助于减肥哦。本当に？教大家怎么吃甜点是最适合的，就是下午三点的时间。那原因是因为呢，我们人体有一个蛋白质叫做 BMAL1， 那这个蛋白质呢，其实会将我们吃进来的甜点，然后把它储存成能量，变成脂肪，比较容易造成肥胖。所以呢，这个蛋白质分泌的越低的时候，吃甜点最不容易肥胖。那是什么时候分泌的比较少呢？就是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，这个蛋白质分泌的最少。所以我们大概三点多左右吃甜点是最不容易肥胖的。那如果你超过四点以后吃的话，那变胖的机会就会增加。不过还是提醒一下，我们的甜点还是不要过量会比较好哦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可以吃了吗？好，吃。这个是培茶苹果。哦，对，它里面的话就是有苹果丁，那吃起来也是蛮顺口的。哦，好像有一个腌制过的，有一点。对，我们会经过处理，然后让它更入味。对，蜂蜜浸到这个苹果里面去。那这个呢？另外一个，这个是伯爵茶。那为什么这个一层一层颜色不一样？它有一层是伯爵茶的白乳酪。白乳酪。对，然后一层是伯爵茶的鲜奶油，比较会有层次感。哦，哎，这个好香哦，很适合配一个咖啡啊，什么的茶啊，什么的。那是暗示我吗？没有。如果真的好好吃，好香。哎，这个。这个是原味诺曼底鲜乳卷，是我们比较经典的。鲜乳口味的，哇，里面满满的奶油，很爽。奶香味好明显哦。谢谢。而且我好喜欢你们的蛋糕体，很湿润，很绵密的口感。对，因为我们是使用这个戚风烫面法哦， 还有一方面是我们在原物料的这个选材上面也是有在把关，因为台湾水果很好吃，尤其是这个季节芒果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想要学一个用芒果的做的一个甜点，做一个芒果奶酪怎么样？奶酪我好喜欢。而且它很快速的就可以把它完成了。真的吗？好哎，芒果奶酪做起来。好，芒果奶酪材料就这么少。对，非常简单。这几样，我们先把牛奶放进来。它不需要先加热什么的？啊，对啊，就是倒进来之后再加热，不然你直接加热的话，这个盆就会很烫。哦耶，我讲了一个废话。不会。那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吉利丁，对，吉利丁往里面泡，让它放软。那这个火就是也是要根据你自己的碗，不要太大了，太大，对，不然会烧焦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也把这个糖，对，上白糖，它往里面放。好，等下其实我们只要让它稍微融化一下就可以了。是，接下来我们刚刚泡的吉利丁，对，它已经软化了。软化了，对。对，软化之后把它挤干。然后就把它放进来，是，然后再继续搅拌。搅拌，对。该不会这样子然后搅拌之后，让它凝固就结束？凝固之后就是要把它装到杯子里面，其实基本上就结束了。哦，这么简单？对。因为我是还有再加一点柠檬皮，柠檬皮哦，可以让整体的风味再做一个提升。好，对。哇，真的很简单哎。完全不会做甜点的人都可以做。对，那我们就准备柠檬，就是削柠檬皮。对，那其实就是根据你自己的量大量少来决定
柠檬皮屑哦，因为它其实只是增添风味的，多了一个香气嘛。对对对。哎呦，看来丰田好像也是有多多少少懂吃懂吃哦，懂吃有。那其实基本上这样子就可以，我们就可以入模了。那要冰多久？差不多一个半小时。一个半小时就可以。好，最后就是把芒果切一切，然后放上去就可以完成了。对，就是再铺一层淋酱，当然也可以直接放芒果，就是看你自己的一个口味，你想要吃什么样，都可以去自己针对自己的口味去做设计。好的。那麻烦这个直接倒进去，对，然后接下来我自己做。你自己做吗？对，有信心吗？有。哎呦，你太看不起我了吧？不会，这么简单，可以啦。好，好不好？把牛奶倒出来之后再加热，加糖，然后再搅拌。等待时间呢？把这个吉利丁放在水里让它融化。很期待丰田做的甜点。哇！我们所做的这个芒果奶酪完成了。对，那我们自己试吃。好，好不好？来吃吃看丰田帅哥丰田做的奶酪，好味道怎么样？哇，端一端一的，超好吃哎，很绵，然后奶香味很浓，哦，不错吧？不错，这啊，太好了，谢谢。其实吃甜点就是令人很幸福的事情，但是就是唯一怕的是，哎，会不会吃了就会胖啊？什么一定会担心这些嘛，尤其是女生。对，那现在就是主要注意一下这个吃的时间，就稍微可以减少一下这个压力。好，太棒了，谢谢帅飞。不会，空服员的甜点店所做甜点，好吃。哎，那很简单哎，你自己做，那不用买你的。也可以啦，开玩笑的啦，还是有差啦。